来自台湾的罗大佑啱啱就嚟咗香港出席演唱会的记者会，他就透露为了这个歌唱特登写了一首歌，不知道这首歌有什么特别呢？会唱过一次儿童合唱团一起唱，我觉得下一代是很重要的，香港下一代是很重要的。你的新歌的歌名叫什么？家。其实你都有好一段时间没接触香港的了，今次再来回这里有什么感觉啊？成熟好多，成熟好多。 我是赞成大家有什么话一定要讲，但是一定要互相容忍，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大家互相的学习怎样容忍一些东西，怎样容忍不同声音的时候，所以这时间，但是希望这个时间不会太长，长到好像50年这样。